老师虽然天天教导你，啊，热心地教你，你听不进去。啊，上课的时候心不在焉，心里都胡思乱想，夹杂着怀疑，夹杂着妄念。结果一堂课下来之后，什么也没得到，得到一点皮毛常识。啊，所以具足成净是你自己本身有成圣成贤的基础，有这个根基。老师给你做增上缘，你自己有根，啊，老师给你做增上缘，你得这个增上缘的时候，你成圣成贤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为什么对老师沉浸心生不起来呢？对父母的孝顺心没有。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事出世间法，你去看看其他的宗教。啊，我们编了个小册子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这里面收集十个宗教，啊，经典里面讲的伦理道德因果，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孝道，人没有孝道，就没有师道。我们跟宗教的关系，在佛教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主，在其他宗教都是以神为主。不孝父母，说是敬神是假的。那是什么样的心态呢？禅眉八戒啊，我敬神，神会赐福给我存的这种心呢，你要知道啊，你的一生父母赐福给你是最多啊，你都不孝，所以你拜神呢，那个心不是真心。假的。不但不能正福啊，你的福报还亏欠掉了，由于你的心行不正啊。神，中国人对这个字的解释，聪明正直谓之神。你对一个聪明正直的人啊，用不善的心态，带着有企图的心态跟他接触，这就是羞辱他了。他不降罪给你就算不错了，他还会赐福给你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理呀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
叫正法，这叫正心。啊，所以这个爱语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，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，从内心真诚心发出来的爱护对方，关怀对方，照顾对方啊，对方有困难，真帮助他解决啊，这德行帮助他提升啊，所以应当啊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呐、啊！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都有长处啊，都有优点呐、啊。我们应该要学习啊，互相学习。好处就太多了，宗教之间的误会呀、啊、化解了矛盾，化解了冲突，也化解了，这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有很大的帮助啊，我们的心量自然也就拓开了啊，我们会爱所有的宗教，爱一切众生啊，心量拓大了，比弟子规上讲的凡是人皆须爱要大得多圣天王般若经言，下生细语，圆眉之言，顺彼意语故。这是解释爱语。啊，下生细语，下生是声音不必太高太大啊，粗暴的声音把人吓到了啊，下声细语也不能够声音太小叫人听不见，这个弟子规上都有啊，音声要随意啊，在什么环境什么场合啊，音声要适中，言语最好是慢一些，不要说得太快啊，缓慢帮助你心得安定我常常提起张家大师啊，这个缓慢是张家大师教的，我跟他三年，
每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星期天不上班的时候，一定就看到老人家。言行举止都非常缓慢。啊，让我们想到大乘教里面说的一句话：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啊，我们这里有他一张照片，他坐着照的，确实坐的呢就是那个样子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一丝毫浮躁的气氛都没有了，你被他感染了。他说话很少啊，声音不高，让你听得清清楚楚。啊，动作缓慢，啊，那且是一梵语，是比喻，啊，那且什么意思呢？龙象，龙我们没有看过，大象看到过，你看大象就很稳重啊，一点都不浮躁啊，都是慢慢的佛菩萨处世间的高人啊，啊，言行举止像大象的样子，啊，不像世间人。世间人英雄豪杰，说龙行虎步，那个不一样。啊，那有威德。啊，佛菩萨你解脱的慈祥，啊，身教。后面这一句顺鼻意语故，这个顺里面要有智慧，对方是学佛，是学圣贤教诲的，没有问题。如果他不是的啊，他学习很多世间的这些不善的法，我们就不能随顺。啊，那要随顺呢，那有高度的智慧，有善巧方便，佛菩萨能做。这个话是对菩萨说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恒顺众生呢，是有分寸的。啊，劝喻、劝导、慰喻，为众生开佛之见。这个开是开导、开示，这属于言教。啊，讲经教学，这是好事。啊，尤其现在我们用高科技，
啊，网际网络、卫星电视，能够与全世界啊不同地区的这些有缘众生在一起学习。啊，将自己学习的心得、学习的成就与大家一起分享，啊，将学习的经验提供大家了做参考，这好事情。这都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开佛之见啊。第二句呢，是佛之见，这是身教，是什么？我们做出来，他看到了。今天的社会最困难的是圣贤的风范呢，没有人见过，说的再多别人不相信啊。那怎么办？说了就要把它做到，不要求别人，求别人靠不住啊，别人不肯做啊。这个事情得求自己，别人不做我来做，从我身做起。啊，我把《弟子规》里头113章事情道道地地落实在日常生活，你虽然不是圣人，别人也看你有一点像圣人，你要学圣人，你一定会成为圣人。为什么？你有了个样子在啊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与弟子规相违背，你讲的东西有人相信吗？你教的东西有人愿意接受吗？这不可能啊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了？孔子教学成功了？啊，我们的教学失败了。什么原因？释迦夫子他们做到了，先做到然后再说，人家相信，也愿意跟他学。啊，我们今天读了一些经典，会说会讲，啊，也会写，讲得天花乱坠，著作等身，没人相信你，没人愿意跟你学。为什么？没有做到。顺心的事还贪念，不喜欢的事还会发脾气，这就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多想想啊，教学要能成就，你不能不学圣人。
啊，今天要对社会做出贡献，没有别的办法啊，只有从自己身一身做起。啊，周边的人不能感化，天天要反省，天天要忏悔，天天要改过。古达德的经验，三年肯定能感动人。你这个团体人人都能做啊，这个团体同心同德了啊，所以让我们想起古时候小型的寺院庵堂在中国到处都是啊，啊，那是个什么性质呢？现在讲的专科学校啊，它不是丛林大是大的寺庙，丛林大寺庙是大学校，里面科目很多啊。在中国许多农村小镇，你看小寺庙注重不多，它专修一门专科，专科就是大家的好榜样啊。你别看那个小庙啊，现在当然它变质了，在从前它是专攻一门，一部经一个法门啊。这个小庙在呢，对于这个一方的风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啊，是大家处事做人的样子啊。你看看这修行人啊，地方人民也发生争执了，提到这修行人，大家心就平了，不好意思再说了啊，你们相争不好意思争，这感化的力量啊，无形当中啊，把许多社会问题化解了啊，让这个地方样式，让这个社会走向善良的方向，它不会变成邪恶啊！现在没人教了，今天社会会变成这样。早年方老师跟我讲过，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读书，啊，这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拿的，在美国也教书多年，啊，抗战时候才回到中国。他对美国赞叹了，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有正义感了啊！二战之后的美国变了啊，这个变的原因呢，老师告诉我的，科技发达的步骤太快了，这个与社会方有关系，也有关系
啊，特别是传媒啊，那个时候60年前呢，网络好像是有，太少了，没听说过啊。电视很普遍的，那个时候没有彩色的，黑白的。老师告诉我，二战之后是美国，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国。美国的国运登峰造极，啊，世界上再强盛的国家，再伟大的国家，在历史上还都是有灭亡。罗马还亡国了，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？没人想到。方老师说电视，美国将来亡国衰亡啊，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。电视本身没有善恶，它是中立的。问题在哪里？它播出来的内容啊！啊，你看看它播出的内容，负面的。暴力、色情、杀盗、淫妄。这个东西天天播，让人天天看，那还得了吗？啊，在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没发明之前，美国的人非常善良。这个东西发明之后，啊，一些商人啊，为了要拉拢顾客，不择手段，啊，用这些暴力色情的诱惑，激发人类的劣根性。它不是善的，是恶的，啊，这非常可怕。啊，那个时候老师就告诉我。如果用这个工具来发扬佛法，来发扬传统文化，这多好啊！我们那个时候年轻，20几岁，听老师说不敢想象，啊，为什么？这成本太高了，我们哪有这种力量啊？啊！但是老师这些话不是讲一遍，讲很多遍，所以我们的记忆深刻。啊，因为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些负面的信息。对我们修学有重大的妨碍，啊，那我们所采取的方法，不看，我至少50年不看电视了，啊，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杂志都不接触，每一天。都圣贤书，上有古人呐、啊，跟古人做朋友啊，保持了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
你天天收看这个东西，我给诸位说老实话，我经不起诱惑。你们有多大的本事，看了之后能如如不动？啊，不要自己骗自己。别人骗你情有可原，自己骗自己，没人能原谅你。所以，除了自己修学的经教之外，不接触。啊，我在最近的大概有30年，20-30年，我阅读的这些东西范围越来越小。啊，我在这个时段，或是几个月，或是2-3年，我讲这部经，我所看的全是与这部经有关系的东西，没关系的也不看了。你的心才能转呐，你才会有悟处啊。如果看多了，看杂了，那你所修学的变成常识了，跟你说智慧没有了，心只要一乱，智慧就没有了。这是自己要能够把持得住，这都是属于忍，你能够忍得过。啊，与自己现前，我们讲这部《无量寿经》。与这部《无量寿经》没有关系的全放下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我现在每天讲4个小时，读4个小时，啊，其他的时间念佛。拜佛啊，这也是对身体的运动。啊，在国际上团结宗教，啊，化解冲突，这些和平运动。我也到此为止了。啊，今年联合国世佛会还有个活动，我最后参加。啊，这个活动结束之后，啊，所有活动都不参加了，年岁大了。一心一意，求生净土重要啊，别的事都不重要啊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在国际上这些关系都非常好，希望年轻的你们下一代要继承下去。啊，路已经开了。你们应当要发心，要发愿。啊，为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尽一份力。没有这个能力，认真学教。10年之后，肩负起续佛慧命的责任，
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在你们的身上啊，我能做的都做了。啊，你们接着去做。困难不多，困难已经不在外面，完全在你们自己的发心。啊，你们如果真正是发菩提心，与诸有情常怀此人，我相信你们会一帆风顺。内有菩提心，外有诸佛如来加持，龙天善神拥护，你们的成就会远远超过我啊！这是我们欢喜看到的。啊，世界要不能够和谐，众生太苦了。世出世间的善法都没有办法建立。我们要多在这些方面呢去想想，会激发自己的道心啊，从这个地方会产生智慧，会产生勇气啊，从自己做起，从自己这个道场做起啊，我们这个道场外面看起来不错，里面一团散沙，不团结。啊，自己要认真去想想。佛门对得起大家。在家的弟子们无条件的供养，目的是希望你们安心办道啊，将来开悟证果，教化众生。如果我们做不到，那就是古人的一句话了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祖师大德这句话是不是就对我说的？真的要直下承担，要用这一句话勉励自己。啊，学佛了，我们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成佛，一条是善途。啊，我们走哪一条路，心里要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底下测进者
明知是尽，啊，勉励他，帮助他进步，即常云之促进，啊，跟现在所说促进的意思相同。啊，古人多半用促进两个字，啊，现在人用促进。令众生呢，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这是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。悟是开悟，如是正果。啊，第一个目标啊，是帮助人开悟啊，真正觉悟了。最后的目标是帮助你证果。啊，净宗的证果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而且怎么样？决定要往生，决定得生。啊，不能往生，我们就有罪了。第一个，对不起自己，你这一生因缘具足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往生？那就是善根福德不足。啊，善根是什么？是心愿。我没有正信，没有强烈的愿望。福德是真干。啊，我们自己懈怠懒散，没有真感。这个里面因素很多，也很复杂。啊，现代的年轻人好高骛远。求好的心切，求快的心切，殊不知适得其反。古人讲欲速则不达了。啊，不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啊，看到别人怎么做，也想到我自己应该怎么做法。别人路走错了，自己跟进呢也走错了，这一回头来不及了。我们学院这十年，如果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，那现在十年个个都有成就啊。啊，学院就有十几二十个一流的老师了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有十几个一流的老师，学院就可以正式招生了。啊，可以办学了。政府对我们的期望是希望我们办学，
啊，我们自己也希望，但是没有老师。啊，办学容易，谁来教啊？所以这是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希望底下一个生年不要空过。啊，这个是生年惨痛的教训，要认真汲取啊。啊，下个生年不能像这样过法。啊，这样过法佛教就灭亡了，灭在我们的手上。啊，其实事并不那么困难。用什么方法能救自己？能救净宗学院，能救佛法。底下这两句：恭敬三宝，奉事四长。这两句是经文了。这两句，如果我们真的放在心上，真的能做到。向后的十年就成功了。我们要把自己的真诚心召回来。我们现在的心是虚伪的。不真不诚。我们不知道恭敬啊，恭高过慢，自以为是，啊，个个人都自以为是，都不能尊重别人，啊，所以一盘散沙。啊，你自以为是，你也做不出来。啊，真有德行，真有智慧，真有学问，你都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看吗？啊，真有一个人能做，就能感化一切。啊，你们希望我在这常住，我能不能在这常住，我自己做不了主。随缘度日啊，哪里有缘哪里去啊？什么叫做缘？哪个地方有人真干？你们这些同学不真干，别的地方如果有人真干，我到真干那个地方去了。这一桩事情不是感情的事情。感情会坏死啊！啊，这个事情是理智的事情，不是感情。
这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，这世界各地还有真正修行的人，把这些真正修行的人我们都找在一起来共修，好事情啊！我们尊重，我们供养，我们护持，啊，我们宣扬正法，我还能做一点点这样的事情。啊，希望同学们互相勉励，佛菩萨在期盼着啊，盼望我们回头是岸，盼望我们放下自私自利，为正法，为苦难众生啊，做出贡献。啊，做出贡献就是成就自己。要从这两句开始。这两句如果没有德行，是做不到的。自亲越恭，尊人之德越敬。这个要真学，我们都知道啊，谦虚恭敬是好事，是美德了啊，而且这是行德，自信本来就是谦虚，本来就是恭敬的啊，只是我们把信德忘掉了，迷了。怎么迷的呢？迷在七情五欲里面，迷在自私自利里面。啊，自己的信德它是真的，它永远不会失掉的。啊，佛菩萨的教学帮我们破迷开悟，人一觉悟，这一些七情五欲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全就没有了。我说那是假的，迷的时候有，觉悟的时候没有了。啊，孝亲尊师这心得，悟的时候自然就流露了，是真诚的，不是虚假的。啊，这个心态能受教，接受教育，能理解教育，
能将自己所学的完全应用在生活当中。啊，这就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大乘法里面常讲的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早年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你不学你得不到啊，你学了之后才真正知道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，啊，下一堂课从恭敬三宝奉事四章开始。